哦，阿莫西林的有个谐音就是 I'm 西林，嗨，我是西林。我到金陵川，我到天涯彼岸，最后在这里找到答案。好的，很好啊，西林。然后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就是其实你像最后那个 C。那一块你不是突然弱下来那一块，其实你唱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不用刻意的往回收那个气，只是你的经过不会赴汤蹈火，一路奔向生命的尽头，看到镜子里的我也在向我呼求。很多时候就是那些很多人自己想做但又不敢做，就或者是不敢去尝试东西，然后就是看着仰望着，哦，他可以做到。之前大家最期待的就是那一段自弹自唱变成完整的歌，终于有。也会学着掉眼泪，这句说有几个晚写的。也会学着掉眼泪。真的有时候写词的那个灵感来得很奇怪，突然。就让世界经过，看我赴汤蹈火，让我奔向生命的尽头，找到镜子里的你。这首 Mirror 它是慢歌，然后它其实是我曾经就是拿吉他弹唱过，就是在网上已经有这样一段片段，就是我弹唱了一小段的，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也很多人说想让我把它完整的写出来，然后做成一首歌吧。想对自己说，我要的并不多，可为什么虚荣使我双手一定要紧握？只是你的寂寞，不会赴汤蹈火，一路奔向生命的尽头，看到镜子里的我也在向我呼救。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也挺重大，因为是这首歌最初是我当时在回国，然后隔离准备参加创造营的时候写的，所以我觉得意义挺重大，所以想要把它写成一首完整的歌，然后它就变成现在这个 Mirror。 它呢更多的是因为对自己说嘛，更多的就是人是一面镜子，然后我们平时可能会在镜子里面看到很多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可能会看到一些缺陷，我们自己的缺陷，去看到我们的一些缺点，看到我们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我们会看到别人经过，可能很多人路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会羡慕别人，我们会想要变成别人的样子，最后就是发现你看到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才是真正的你，应该是最真实的自己。还是最初那个，西林，今天早上几点起来的？5:45。啊，还行，因为我晨练了一会儿，清醒，还吃了饱饱的早餐。阿姨给我做了鸡腿，我今天的想法就是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天，顺顺利利的完成就行。
装得如花九色，像个魔术师演戏过，等到自己心了，有人想过要来过，而贴脸是绳索，用个阿姆吸引我，亲手杀死诱惑。西林这次再注意把那个时间并未结果这句再处理的漂亮一点。嗯 嗯后面好多了，我觉得这个情绪这么走是对的。嗯，西林可能最后一句得稍微再出来一点，因为马上要进副歌了。 嗯现在感觉有点太冷静了这一句。有人强过要摆脱，而他脸是绳索，顿刻阿姆心灵我亲手杀死诱惑。嗯，没事，第四句有好，很好啊，往下走吧。嗯，把 chorus 先跳过呗。可以啊。嗯，那就 verse B。 嗯 OK。 下的底色是尽力而为后仍有景色，恋人们拥抱着街角告别，时间并未结果。黑的白的每个人在坚持无畏执着，像个倒吊人在颠倒本末，渐渐迷失自我。阿姆西林它是一首快歌，其实它想讲的就是这个世界是很残忍的，是很残酷的，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我们虽然我们会努力，我们一直会努力奋斗，但是不一定努力的就有好结果。它是阿莫西林是一种抗生素，我这首歌我不想说我当你的抗生素去拯救你啊或怎么，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让听众感觉到其实唯一能够拯救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以后再也不要在拍摄之前吃饱，爸，为什么要吃我？